为了跟我离婚，还真是费尽心思呀！离婚，思君，我竟然重生了！这是一年前我和月月落水的那天。妹妹，过来，小子！啊啊！你敢咬我？嗯。 秦秋雨，我这么听你们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因为我自己是做出的骗子，还有占你占理的角色，也是我们设计的。没想到你这么能处，这么久你还拿到我这儿来说，我原来你在这儿，放了这几个孩子，拿过来，你松手。 思君，公司是我们的了。你个死废物，去死吧！思君，思君，你没事的啊。我气了，放下！ 思君，去死吧！你放开金心！金心，我这就送你们一家人去地府团聚啊！金心，思君，思君，思君，没事，思君。 总之你还活着，就太好了。思君，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不会那样了。思君，金姐，你别演了，虎毒还不食子。你为了跟我离婚，竟然把悠悠推进水里想淹死？我没有，思君，我怎么可能呢？我没有。虎毒，金姐，你跟我了。啊， 你不就想要跟我离婚吗？好，我现在就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的。青青，你这个样子，真是让我恶心。思君，我等不了。 这两个小贱种都等不了！因为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在骗你。你个死废物，去死吧！思君，你放开金心！金心，你属下，许泽宇，这一世。 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悠悠，妈妈抱。悠悠，你不是最喜欢妈妈抱吗？你和爸爸离婚吧。你和爸爸离婚吧。悠悠，你说什么？你不是一直想离开我们吗？你和爸爸离婚吧，让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悠悠，对不起，妈妈错了，你再给妈妈一次机会好吗？可是我再也不想见你了，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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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啊，悠悠，不，是不是妈妈又欺负你了？青青，你就算想离婚，也不能用伤害孩子的办法呀。离婚？你说什么呢，姐姐？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你在林夕爵身边生不如死吗？这件事情用不着你管。悠悠，你快去劝劝妈妈。我不要。当初要不是你爬上林夕爵的床，他娶的就是我，你也不用在这假惺惺的要离婚了。青青啊，你怎么这么……喂，青青，我跟你说的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什么事情啊，泽宇哥？就是你落水前，泽宇哥跟你说的那件事。可能是因为落水，脑子不太好使了。具体是什么事儿，我不记得了。青青刚醒，身体还很虚弱，不记得也是很正常的。不就是李思觉打压我的那点事儿吗？我自己能搞定。泽宇哥这么厉害，当然可以搞定了。青青，你这是什么话？泽宇哥被林思觉针对，还不都是因为你？夏夏，这跟青青有什么关系？都是林思觉的小人青青，公报私仇。可是泽宇哥，青青，我再告诉你一遍就是了，只需要你去林思觉的书房偷一份策划书，懂了吗？出去！不，那个咖啡不能喝。这是有眼泪珠啊！我只是想……想什么？想离婚？想离开我这个圈子？去找你骗的德宇哥哥？不是，不是，我没有想跟你离婚，真的，你相信我，林思觉。别碰我！阿觉。阿觉，你相信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跟你离过婚，真的，你相信我。怎么，你嫌弃我这个瘸子了？没有，不，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是吗？怎么，害怕了？我姐姐。还真是难为你了，为我的泽宇哥哥，你还真是不负重任啊！我亲我老公，今天你怎么了？出去，滚！吉贤，来，喝牛奶。我们可不要你这么毒牛奶。吉贤，你又干嘛了？爸爸妈妈要给我们下毒。少爷，咖啡的事情已经查清楚。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容易引起心脏停搏，导致猝死。查到谁做的？是夫人。我没有，阿珏。我之前昨天用毒咖啡来害我，今天用牛奶来害孩子。不是，阿珏，你听我给你解释。我贱人，今天就送你这毒蛇下地狱。爸爸，你放开妈妈吧。啊。我之前是眼瞎了，相信了林书夏和许泽宇，但是阿珏，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查出悠悠落水的真相的。你还是问锦琪吗？自从你落水之后，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今天的晚宴，各位请吧。哇，你看厉总的夫人今天打扮的好漂亮呀。是啊，那条裙子就值500多万，那可是限量款高定。废物，策划案怎么还没搞定？还有时间在这和厉思觉卿卿我我？换你了，换你了。小红，快打我。谢谢，起来起来。卿卿，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我打死。下去。你这是干什么？他居然敢打我！谢谢，你去应该去找我。泽宇哥，是姐姐先打我的，而且我接近厉思觉是为了偷策划书。夏夏，这我就不得说。青青是要冒充你的，去，青青倒杯酒陪个同事啊。
温青青，你个小贱人，一会儿让你浪个够。好妹妹，别生气了，是姐姐的不是你。姐姐，你这是干什么？温青青，你这是干嘛？太不人道了！你别忘了，你已经嫁给厉思觉了。我们是子宇哥，帮帮我，子宇哥，你帮帮我。温青青，你真是让人可惜。对不起，泽宇哥，我不是故意的。青青，你干什么？你知道浪费酒都拿不走。泽宇哥，行了，对不起。青青，策划案的事就交给你了啊。我敬你。好，四宇哥，我们走吧，秋瑾在等着我们呢。走啊！哪来的小畜生，居然敢当我儿子！哪来的小畜生，居然敢当我儿子！给我打死！你干什么你？你是谁？给我滚开！我是他们的妈妈。月亮，妈妈在。月亮跟你没关系。妈妈，那个问你人的儿子骂我们是小瘸子，而且还说爸爸是大瘸子，哥哥生气就打了他，结果那个坏阿姨就凑过来打哥哥。小阿，你个贱货，怪不得生出这么远的小畜生。你要是不会说话的话，我不介意撕烂你的嘴。妈妈，怎么了？老公，你给我好好的教训这个女人。没事。长得倒是挺标致的啊。听说你的废物还是个瘸子是吧？妈妈，妈妈，你别去！妈妈，妈妈，不介意替他好好调教调教啊？我看谁敢动我的女人！我看谁敢动我的女人！谢谢。爸爸，那个人欺负妈妈，爸爸你给我给妈妈报仇。阿珏，他妈又有是小瘸子，竟然敢说这两个字，我看你们父亲俩是要倒大霉了。是啊，谁不知道瘸腿是厉总的逆鳞啊。老公，你。清醒点了吗？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清醒了吗？要是清醒了就赶紧给我滚，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林初夏，前世我所经历的一切，为以报今世。妈，你怎么来了？温青青，你给我跪下！妈，你怎么了你啊？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情！妈，这不是真的，你听我跟你解释，我们厉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非害得我们断子绝孙，你才满意吗？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误会我了。又要是我的亲生孩子，我怎么可能害他呢？对，你也配做孩子的母亲？你仗着思觉对你的喜欢，你在外面勾引人，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情，你不承认吗？是，我以前是做了很多错事，伤害了孩子跟思觉，但我现在知道错了。你少假惺惺的，
光敢不要吃屎，你都敢不要！我协议书签掉，我不能再放任进去伤害死君，伤害孩子们。来，我签掉，我不签，签了。奶奶，你放开我妈妈，放开我妈妈！管家，管家，把西西给我抱走。我不走，你们不要打我妈妈。奶奶，你想干什么？作孽，简直是作孽呀！管西西，你看你都干的是什么？两个孩子这么信任你，可是你呢？你根本就不配做孩子的妈妈。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孩子给我抱走！不是，我不要，不要带走我的孩子，不要带走我的孩子！花奶奶，你不许欺负我妈妈！花奶奶，花奶奶！有用啊，奶奶是来保护你的，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奶奶？爸爸，爸爸，妈。你去问任露水奶奶吧。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说？你平常护着她，护着她，我们也就说。你愿意被操纵，那是你的事情。是，你不能让她伤害我的孙子和孙女。这件事情我已经调查了，确实是你自己做的。妈，这个事情确实不是我做的，但确实是因我而起。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以前那些事情，思雪，他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情，妈求你跟他离婚吧。思雪，思雪，我求求你，你不要跟我离婚。魏金贤，你少来这一套。思雪，你别再上他的当了，今天必须跟他离婚。今天我求你了，不要让爸爸跟妈妈离婚。西西乖，西西宝宝，我已经决定了。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什么？思雪，你自从上次他落水之后，变得跟以前确实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就不走了，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到底哪儿不一样。那明天扔这边，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随便做了几个菜。这些都是你做的啊？你快尝尝。呀，亲亲。你居然敢做饭给伯母吃、啊、属下，你这话什么意思？伯母，你是不知道，之前我们河堪餐厅亲亲做的饭，客人吃得上吐下泻的，因为这件事我可是赔了不少钱呢。暖心心，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原来你是想要我的命啊。妈，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你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伯母，你也消消气，这亲戚也是好心，只不过别人做饭要钱，他呀要命。哎呀，夏夏，还是你贴心啊！想当初，本来应该是你嫁给四绝的。哎呀，都怪这个贱人爬上了四绝的床。就算我不嫁给阿绝，他真的能嫁给阿绝？没想到亲亲对我跟四杰哥有个婚约的是这么介意，既然妹妹不欢迎我，那我还是走了。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我滚回房间去。想了解你父母死亡的真正原因，速来皇城大酒店。站住！不想知道你父母的事情了。把门带上。伯母，父母温小姨，别着急呀、啊，喝完这些酒，我再告诉他。只要我是不会喝的。把你能知道的告诉我，其他多少钱都给你。来，先坐下，着什么急？哥们不图钱，只要你让我喝，我自然都会告诉你。快救我！今天天王老子来也救不了你。后面
哪来的臭小子，敢破坏老子们的好事？找死！等等等，大饶命啊！谁陪你们来的？是一个女的给我们钱，给我们来找魏小姐的。你是谁？大小姐，不认识我吗？小老鼠。你怎么回来了？董事长出事以后，一起赶回来。我一直在暗中调查事情的真相。所以，父母的死因一定有蹊跷。这是老爷交给你的东西，放下。温景俊，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看你和男人偷情的吗？温景俊。不是的，阿珏，我刚刚是被骗过来的，所以我言何扯？你居然这么开心，干嘛给我打电话呀？故意恶心我是吧？李总，你误会了，我们大小姐没什么。您出来是为了交给我这个？你父母的死因真是不是意外。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愿意交给我？相信你。大小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至于那人后嘛，等我调查清楚之后再联系你。嗯，不是，谢谢你。岳父的死果然有蹊跷，他去世之后，温氏集团迅速重组，就好像计划好的一样。而且我怀疑林家也参与其中。林家，你为什么怀疑林家呀？他们收养了你。没错，他们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收养了我，可他们一直问我赔偿金的事情，还一直让我提防你。那你不也挺配合吗？是，以前是我蠢，我现在不是有你了吗？好吧，你先去睡吧。阿珏，我今天晚上。想让你陪我吃。爸爸妈妈，你们在干嘛呀？雪，你怎么醒了？妈妈，今天晚上我想让你陪我睡。那个，我今天还有事儿，你先陪孩子睡吧。起来。妈，这是我精心挑选的，挑了很久，我觉得特别符合您的气质，您看看喜不喜欢？哼，温大小姐，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可真是下足了血了。妈，我只是想想什么想？你买的东西，我送走。妈，我只是想给您送个礼物，您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温晶晶，我们厉家没有亏待过你，这没想到你还陪人家喝了酒。我没有，妈，这都是林书霞她算计我，你不要被她骗了。温晶晶，你真是个养不出的白眼狼，林家当初好心的收养你。你却占了夏家的位置，非得抢尽你的力气。今天我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温姐姐，你真是个养不出的白眼狼。林家当初好心的收养你，你却占了夏家的位置，非得抢尽你的力气。今天我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不是这样的，妈。当年是阿珏出了车祸，林书霞反悔了，嫌弃他。你到现在还往夏家身上泼脏水，我都没有见过有你这么恶心的女人。你干那么恶的坏事情，不是夏家好
我早都把你赶出了厉家。以前做的那些错事我都认，但是林初夏，够了！你知道错了就要付出代价。妈，你只要不逼我离婚，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好啊，我也不为难你，那你就写2000字检讨书。写，我写。慢着，给我写写。妈，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如果也可以，那就跟思娟离婚。好，我写。不好，妈，你这会在干什么？爸，我明天让司机送你回老家吧。什么？你为了这个女人？居然要送我回老家，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妈，您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温晶晶是我的妻子，我的家事我自己会处理好。我就是为了教训教训，省得他以后再犯错。妈，这是我的家，您的关心我接受。但至于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您就别插手了。行，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凭什么就不能插手？管家，管家，把家法给我拿过来。今天我做这个婆婆，就让她知道厉家的儿媳妇是怎么做的。妈，魏姐姐。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不后悔。妈，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当初是我非要娶文晶晶，所以我……阿俊，这些是我应该承受的。真是，你我不离。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离不离？我不离，我死都不离。看你是铁了心了是不是？你这个人，林思娟，林思娟，对不起，我有这么好的老公，还有这么可爱的两个孩子，我却一直一直伤害你们，对不起。我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们。我疼，林书霞，你别滚！谢谢。你别滚！你别伤害我的孩子，别伤害我的孩子，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子娟，子娟。都是我，都是我。姐，你不要离开，思娟。姐，你别来了，你在家呢，好好的。快，
策划案的事儿抓紧办。文琪琪，你在干什么？你喜欢？你在我书房找什么呢？我没找什么呀，我。手里拿的什么？拿过来。你什么？拿过来。策划案？不是的，你听我跟你解释。文琪琪，我还以为你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你是因为装模作样的，就是为了给徐泽宇投我的策划案是吧？不是的，我投策划案不是为了徐泽宇。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我给过你机会的，你太让我失望了。既然你为了徐泽宇什么都愿意做，那我就证明。不是阿俊，阿俊，听我跟你说。我不喜欢徐泽宇，我喜欢的人是你。你还真是为了徐泽宇，什么鬼话都说得出口。阿俊，我没有骗你，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好，那你证明给我看。姐姐，王琴琴，你还真是长脑子了。上次在宴会上是你把我给放的吧，害得我当场出丑。姐姐，你还好意思说？你就算自食其果。好吗？我们俩落寞都没有。琴琴，那个策划书拿来了没有？拿来了。好，太好了！我看那厉思觉怎么跟我争。所以哥。我为了偷这个策划书，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我得赶紧回去了啊，不然被他发现了，我下次再也帮不了你了。哎，妹妹，别着急着走啊，属下，照顾好咱们妹妹。文姐姐，滚过来！夫人，厉总对你那么好，还够了。我们走。阿珏，厉总，这一次输定了。此次投标项目工程量大，质量要求高，在座的各位都是组委会精挑细选的优秀企业。好，竞标开始，请大家出示报价。3亿。好，第一位出示3亿。2.8亿。2.7亿。2.6亿。2.3亿。李总，你这破例也不行。2亿。李总，这个价格。1.8亿。好，李总出价1.8亿，还有没有更低的？这怎么办？这个竞标对我非常重要。你给我闭嘴！泽宇哥，你不是有厉思觉的策划书吗？还有没有更低的呢？等一下，徐氏出1.5亿。好，徐总出价1.5亿，还有没有更低的了？这个受不了，受不了！恭喜徐氏集团拿下这个项目。厉总，我能拿下这个项目，多亏你的小娇妻呀！
要不是他帮我拿到了策划书，我是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啊！哈哈！怎么样，我的苦肉计还不错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会出这么一个计较家？我把你的策划书稍微改了一改，让他觉得肯定可以赚钱。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看来你也没有想的那么蠢。李总，凶手已经找到了。盯住他，我马上找。副处长，谁？李总，李总，不是我干的。都是你夫人指使我的，我还什么都没问呢，你就招了。你们干这行的不应该很有职业操守。厉总，在您面前怎么能说谎话呢？证据？什么证据？我夫人找你的证据。我不知道呀，他就给了我一笔钱。这么点儿，那你倒是说说，我是什么时候在哪儿把钱给你？我不知道，反正都是你指使我干的。阿珏，他不说实话，怎么把他交给警察？什么罪名呢？杀人未遂，应该够他干的几年了。厉夫人，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厉夫人，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算了吧，阿珏，还是不说实话，我们走吧。我说，是有一个女人，她给我转了一笔钱，她说要我们厉夫人和孩子都扔到湖里去。有证据？有，我有转账记录，还有一支录音笔，我都给你。悠悠，上次你落水的事情爸爸调查清楚了，确实不是妈妈做的。那妈妈为什么不来救我？妈妈也跳下去了，但她被坏人控制住了，她也差点淹死。可是当时坏人告诉我，就是妈妈把我丢下水淹死的。悠悠，你那么聪明，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可千万不能上了坏人的当。妈妈，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妈妈能原谅悠悠吗？悠悠，不怪你，都是妈妈不好，你能原谅妈妈就好。悠悠，妈妈抱。妈妈，悠悠。徐总座，出大事了！徐总，不好了，出大事了！慌什么慌？说怎么了？咱们接的开发区项目，各部门按照您给的策划案推算了一下。咱不仅赚不到钱，还得亏损2个亿。什么？快！开发区的李主任打电话说这个项目咱们不接了，来不及了，合同已经寄给开发区了。徐总，你看这个项目。滚！各部门还等着您下一步指示呢。滚出去！子玉哥，一定是温青青和厉思觉那两个贱人搞的鬼。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告诉我什么温青青恨透了厉思觉，我才让他去偷的策划书。我就知道你们女人靠不住，是你的鬼话。子玉哥，你快放开我，快放开我，我有办法。
说什么办法？哼，是个好办法。姐姐是来找我婆婆的吗？她回老家了。我是来给妹妹道歉的。进来吧。上次金雕会的事，厉思觉没有为难你吧？还好。没想到厉总也在家。你们姐妹俩是在聊什么？我不能听的吗？没有，我就是看妹妹整天在家无聊，想问问她有没有兴趣去公司工作啊。好啊，正好最近在家没什么事情干。好，那就这么说定了。那我就先走了。回去跟泽野商量一下。嗯。不知道他们都在搞什么。去他们公司上班也好，顺便还能调查一下你父亲的事。哟，这就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员工呀。这你都不知道吗？他可是上面安排下来。哦，走后门来的就是不一样，上班第一天就敢迟到呀。知道我是走后门的，赶紧让开。谁让你坐这儿了？你的工位啊。嗯。啊，对了。这些文件下班前都要处理完，顺便通知你，晚上部门聚餐。聚餐我不去。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在问。新人来了都要请部门的人吃饭，晚上记得多带点钱啊。哎，今天是青青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大家举杯敬他。好，来，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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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哪够了？哎，三杯来。我不行，我真喝不了。真的喝不了了。喝不了，没关系，喝吧，你喝。我自己可以。好酒量，来，哥给你满上。真的不能再喝了，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来嘛，来！亮亮，你小子可真够坏的，青青都说喝不了了，你还灌他？喝，哥带你回家。嘿，干什么你啊？你们这些臭男人可真够不要脸，看见了狐狸精就跟丢了魂一样，也不怕骚了你们的身。你这是嫉妒，嫉妒人家长得漂亮。我们可是正经人。跟这种骚货呀比不了。哦，不好意思啊，我先回去了。思觉肚子好痛，快点来救我！姐姐，你别睡，医生，医生！医生，去给我查清楚，今天是谁推进去？是。医生，我夫人现在什么情况？李先生，夫人情况已经很稳定了，不过夫人是不是有用药的习惯？应该没有。怎么了？周助理，
先带西西和悠悠回家。我不，爸爸，我想在这里陪妈妈。妈妈，我们明天再来看你。嗯，西西，我们走吧。西西，你为什么这么晕药？药？你说什么？阿雪，我从来都没吃过什么避孕药。就这么不想给我生孩子吗？西雪，你放开我！你是不是疯了？医生说你这次血崩，就是因为长期吃避孕药导致的。长期吃避孕药？难道又是林叔陷害的？又是林叔陷害的？这个香囊球我一直带在身上，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拿出来闻一闻。这是林叔家送的。嗯，我怀疑就是他害的。又是林叔家，我们这一次。等一下，阿雪，现在不是跟林家闹掰的时候。难道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们要了你的命吗？啊！阿雪，如果你现在闹掰了，我就再也查不出我父母的死因。芊芊，不论你要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阿雪，你放心，这个哑巴亏我一定不会吃的。需要你替我做一件事情。好，你先好好休息。林书夏，原来你从那么早就开始恨我，我一定让你加倍复仇。小雨哥。为什么打我？为什么？我给你一次处罚，让老子亏损了两个亿。没有，我就知道，放那么明显一定是有问题。李思雪肯定是故意的，这个不是真的。所以你们是故意害我，是不是？啊，思雪，思雪，不是，等一下，思雪哥，我跟姐姐说过了，她说是我想多了，她把我骂了一顿。翠哥，你相信我，我没有骗你，你相信我好不好？你相信我。林树下那个蠢货。翠哥，我真的没有骗你。芊芊，刚才都怪哥哥我，把你打疼了吧？没事。翠哥，翠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哥哥喜欢你很久了，别这样，别拒绝我，好吗？三爷哥，别！贱人，你居然和徐总有一腿！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林副总。温青青。泽宇，你为什么打我？我为什么打你？林青青已经告诉过你策划案有问题。嗯，他确实给我打过电话，可是我原以为温青青已经够蠢了，没想到你比他还蠢。这次直接让我损失两个亿，两个亿，你知道吗？啊，这个钱你今天不给我补上，我他妈弄死你！看什么看？都很闲是吗？副总，徐总发这么大脾气，肯定是温青青搞的鬼。为什么？因为我昨天拍到了这个，而且公司里面都在传温青青是徐总的情人，还说什么？
还说温青青总有一天会取代您的位置。温青青这个贱人，她学会挑拨离间了。看我明天送她一份大礼。温青青这只骚狐狸被原配找上门了吧？是，真没想到他还是个小三儿。他这是惯三儿，昨天我还看他跟徐总在那搂搂抱抱。厉总，刚走过去那个女人就是推倒夫人的周敏。你个贱人，你害得我没有老公和儿子。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我要是你，你就好好想一想自己到底做错啥。我没有错，我的错都是因为你给的。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有，你让别想好过。你疯了吗？我疯了，我疯了，也是你把我逼疯的。啊！啊！啊！每次温青青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会出现来保护她。今天，我看你是保自己的命，还是保她的命？你干！李思觉，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觉得我怕你吗？啊！你死的！啊！李先生，我舍得离开你。但是因为你品行不端，跟我夫人无关。上一次我已经饶过你了，这一次绝对不会放过你。带下去。温青青，我不会放过你。大雪，你怎么样？受伤了没有？青青，你没事吧？青青当然没事了，有厉总保护。哟，厉总还亲自来接青青呀？我是专门来找徐总的。哦，找我来。自从上次徐氏集团竞标成功之后，徐氏集团压力很大吧？还不是拜厉总所赐。厉氏可以提供一些物料给徐总，以解不义之气。厉总，你能有这么好心？当然了，我肯定是有条件的。说吧，什么条件？徐氏集团15%的股份。什么？这也太过分了！这分明是趁火打劫！我无所谓，徐总好好考虑。对，你们公司张敏剽窃别人作品，对方好像起诉了。为了徐氏集团好，徐总还是尽快解决的。这种事儿，最近确实收到过一封密信。你就是这么管手下的吗？你不知道荣誉对于一个公司有多重要吗？思雨哥，你别生气了，我会处理好这件事。自己处理吧。阿俊，你怎么自己就下来了？别碰我！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我跟徐思雨的事情。解释说。我没空听你解释你的破事。阿娟，你先起来，我先把你扶起来，好不好？我不用你管，我出去。阿娟，我怎么能不管你呢？你以前没管我，我不是也活得好好的？你现在又何必来假惺惺同情可怜？我没有同情你，也没有可怜你。只是，只是想弥补我。好啊，你想怎么弥补我这个废人？说，你想怎么补偿我？子君，你先放开我。子君，我真的只是担心你。担心我？我今天去你们公司，朋友都说你是徐总的人情。子君，子君，
言，你疯了！我怎么可能跟徐小雨接吻？你做了什么？牵手还是别的？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太可惜了，我还是误会你。我跟徐泽宇谁能让你更快？思卷，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好，你证明给我看。你以为这就能证明了？내가그대를원하잖아빗물처럼눈물처럼그대가흘러마른내가슴을덮시고숨겨들어와지금까지밀어둔한바지青青，我求你了，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跟我没关系。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有个拳腿老公给你撑腰吗？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你偷了别人的策划案，你还有理了？你神经狗，你贱人，我今天跟你拼了！肯定是你搞的鬼，我今天跟你拼了！你们又在吵什么呀？林副总，冤枉呀！温青青他冤枉我，他冤枉我抄袭，你要给我撑腰啊！温青青，你才来几天，天天得罪人，你来徐氏怕不是来捣乱的？明明是他在无理取闹。张敏，你也是，在公司闹什么呢？有什么事出去解决。温青青，你等着，早晚有一天你要落在我手里。姐姐，等一下，这个是送给你的。这是什么？送我的？是我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香水，我觉得特别适合姐姐。姐姐看看喜不喜欢？是吗？我很喜欢，谢谢。姐姐喜欢就好。青青是不是该过生日了？嗯，你的生日我一定办的。去年办，好好工作吧。嗯，林初夏，你敢送毒香囊来害我，我就还你一瓶毒香水。爸爸，我最近遇到一件事让我很苦恼。什么事？我在幼儿园有一个很好的女同学，但是我把她惹生气了，我想去给她道歉，但是我害怕丢脸。丽罗，主动道歉是件很有勇气的事情，所以跟自己喜欢的人道歉一点都不丢脸，对不对，爸爸？谢谢爸爸，我去玩喽。周助理，订一束花送到温青青公司。妈妈的花好漂亮，是爸爸送的吗？嗯，花我很喜欢。爸爸妈妈原谅你了吗？这个得给你妈妈。妈妈，你要是原谅爸爸，这就亲爸爸一口。叶阳的事情，对不起啊。李思觉，你别以为你送我一束花，我就会原谅你。我当然原谅你了，耶！爸爸妈妈和好了，去玩吧。我把毒香水给林初夏了，他说特别感谢我，为了感谢我，要给我办一场生日宴会。他有这么好心，该不会又想耍赖账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防他。夏夏，你真的打算给温青青办生日？当然，我会让他这个生日过得终身难忘。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放心吧，那几个男的都是圈子里玩的最嗨的。就温青青那个蠢货呀、啊，保证拿下。嗯，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夏夏，你也在这儿。你身上的味道真特别。四妹，我好热呀，你能抱抱我吗？徐泽宇，知道你这么骚吗？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温青青。呀，好漂亮的一张脸蛋啊！可惜嫁给了一个瘸子。要不看我们俩其中一个，保证让你舒服舒服。就是啊，你看这孙子脸蛋多漂亮！哎，青青啊，难道我不想守候的时候和我一样？看我这里去。怎么？你怎么这么清楚？你是不是全都是？先生，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做事的？您要不先去房间换一下衣服吧。对不起。走吧，先到我房间。地球在吗？在吗？有个叫西西的小女孩受伤了。叶总，我没事，我去看看。好。跪下去。话说第四绝高冷不王爷，我倒想看看。地总怎么个抱怨法？哎，你抓疼我了，妙章，晚饭了。现在滚还来得及。第四绝，我跟你拼了！不行，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找死！阿雪，阿雪，你快放开他！放开他！就是他，看他护住我！你给我闭嘴！阿雪，你没事吧？这个女人交给你了，我倒要看看。他们接下来这场戏要怎么演？青青，你去哪了？我半天都找不到你。走走，继续喝。我不喝了，我头有点晕。哎，第四绝呢？我都半天没看到他了，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不会吧？怎么不会啊？再说了，他是个瘸子，又或者他在跟哪个女的调情？走走，去看一下。厉总，厉总，要不算了吧。厉思觉不喜欢别人打扰。温青青，里边不会真的有别的女人？服务员，快来看看。怎么没人啊？你在干什么？就你一个人？不然林小姐还想在我房间看到谁？不是，我们也是怕你出事。既然你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哎，夏夏，你这么关心厉思觉，该不会对你的前未婚夫余情未了啊？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那个臭婊子拿了钱居然不办事，让我找到他，他就死定了。温青青，你也会在这里过生日？不是吗？本来以为你嫁了个残疾老公，日子会好过一些。现在看来，你会怎么了？温大小姐不是才高气粗吗？怎么不把这整个酒店都包下来？看来也不够如此。温青青，你就和你那个贱人妈一样，永远都翻不了身。你居然敢打我！这样才对称一些。温青青，你给我等着，有本事你就永远都不要回温家。今天我碰到温家人了。他们有找你麻烦吗？嗯。李总，夫人小心。老裴，没事吧？放心，我们没事。李思俊，你怎么了你？周助理，快回家！去。为什么害我？为什么？阿俊，你过来！别过来！别过来！你是谁？你要干嘛？命还挺硬啊，看我再帮你。你要干嘛？你放开我！放开我！我。阿珏，现在在家里。阿珏不怕啊。阿珏，没事了，阿珏都过去了。为什么？为什么最亲密的人要背叛我？为什么最亲密的人要背叛我？为什么？为什么？这现金你放开我！放开我！我这亲戚，你放开我！对不起，你答应我，不要不要背叛我，好吗？答应你，永远不背叛。我说吧，阿雪，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你。说，李总，我错了，求求你饶了我吧，真的不是我干的。谁让你这么做的？是林初夏，他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去你房间勾引你，在你身上留下印记，然后，快说。然后等着他带着人来房间里捉奸。李总，我真的找错了，求求你饶了我吧，求求你饶了我吧。这个林初夏还挺……要交给你的，是，你给我走。曾玉阁，昨天咱们找的那个人，现在浑身是血，躺在我车上。什么情况？你看他还活着吗？小看这个李思琼，我跟你说，你以后做事要千万小心，不要给她留下什么花边，要不然这个女人就是你的后果。我
怪不得现在温青青没有全听话，原来是被林思觉吓住。依我看，林思觉对温青青还是挺在意的，所以说温青青那边要多花心思，直接对那两个孩子下手。喂，姐姐。青青，你在哪？听说昨晚你们回去的时候出车祸了，姐姐晚上请你吃饭，给你压压惊。不用了，我现在在温家。你回温家了？回去干嘛？不会是关于你父母的死因吧？先不跟你说了。我当时哪家狗在我们家门口叫？原来是你啊，温青青啊！你该不会是被林思觉赶出来了吧？我们温家可不欢迎你，快滚！你以为我想来啊？是你们家老太太请我来的。既然这样的话，我走就是了。师妹，让温青青进来吧。温青青啊，你这么多年了，也不来看奶奶，一点关系。是我不想来，还是你们不要来？我记得可是当年温老太太把我们家人都赶出去，连声奶奶都不叫。温青青啊，你可真是没有教养。那死去的爹妈就这么叫你？看来我上次一巴掌还是打轻了，让你没长记性是吧？说吧，叫过来什么事儿？温青青，你爸妈也死了那么久，那房子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趁早把它卖了。卖了？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唯一念想。还唯一的念想？那可是我们温家的房子。是啊，从你爸带着你离开温家开始，就不是我温家人了。所以你们叫我过来，是为了跟我抢房子是？什么叫抢房子？温青青啊，我看你是想占为己有吧。哦，我知道了，是不是温氏的资金出了问题，所以你才着急房子卖了？那房子就是温家的，不是你温青青的。温青青，你要实在想要这房子，也不是不行。师妹，你拿钱买不就行了？温师傅，你疯了？你让我花钱买我自己的房子？温青青，让你买一定给你死去的爸妈面子，你可别不是好歹。你们想让我出多少钱？那个房子现在是15亿。温青青，我也不为难你，你出2亿就行。钱我不会出。房子我也不会卖，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跟你们没关系。我站住！温青青，你今天不卖房，就别想离开温家。你今天不卖房，就别想离开温家。哎，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放我出去！你们这绑架，你知道吗？温青青，你什么时候在卖房协议上签了字？什么时候放你走？我不可能签字的，你放我出去！你不知道他们回家没看到我，会不会想我？估计李思觉又要说我骗他。李思觉、悠悠、西西，我好想你们，我想回家。青青，他们要抢我的房子。李思觉，别太过分，这里是温家，不是你们厉家。我看你们温家也留得够久，该消失。一个死残废，你瞎说什么呢？今天温青青不签了卖房协议，谁都走不了。你们温家想卖房，不应该先问问我。
这是我们温家的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好意思，那栋房子是……这不可能！阿珏，这是怎么回事？老太太，你要想拿回这栋房子也不是不行。李思杰，你愿意把这套房子还给我们温家？当然可以，只要能满足就行。我会看在亲戚的面子上给你8个亿。李思杰，你真是狮子大开口！温青青，你个贱人，竟然联合外人来坑我们温家呀！麻烦你们搞清楚了，厉思学他才不是什么外人，他是我老公，是我孩子们的爸爸。怎么，温家不会连8个亿都拿不出来？你这房子是怎么拿到的？吴老太太，你该不会忘了吧？我岳父岳母去世之后，他们的财产全部被拍卖。奶奶，奶奶，奶奶，我求求你帮帮我，奶奶。奶奶，奶奶，我求求你帮帮我，爸爸妈妈的东西要被拍卖了，奶奶，奶奶，奶奶。温青青，最后再跟你说一遍，你的事跟温家没有任何关系，你明白吗？奶奶，奶奶，你帮帮我！你给我滚，以后不许再来了！奶奶，你管我！奶奶，温青青。男人，滚出温家！道歉！什么？说，夫人道歉。如果你不道歉的话，我们是不会离开温家的。李思觉，是疯了吧？温青青他就是一个扫把星，他磕死了他爸爸，早晚有一天也会磕死你的。你也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扫把星，跟我们温家反目吧？多处理。温青青是我厉思觉的死，我不允许任何欺负。道歉。温青青，对不起，对不起，我什么？不该说你，我跟你道歉。跟我道歉什么？我不该说你是扫把星，行了吧？现在你可以滚。多谢款待。你们，奶奶，这个温青青也太欺负人了吧！曼曼，今天你受委屈了，但是你放心，奶奶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毕竟有些事我们不方便出手，但是有些人可以。青青，啊，你是青青吧？我是你外婆啊。外婆啊，我没有外婆。什么？问你，我不能嫁给你家人的，你就不是我这穷亲戚了呀？哎呦，青青呀，是外婆对不起你，你妈妈死得早，是外婆没有照顾好你啊。眼够了吗？当初我爸妈给你的钱还少。都给你独孤儿子还债了吧？哎呦，你妈妈死得太早了，这个外孙女又不认我了，我这个老太婆命太苦了。哎，大家都来评评理，魏青青现在嫁给了有钱人，就嫌弃我们这些穷亲戚，不是我们的呀。温老太太，您智商不错呀。苏家人现在正在公司闹着，到时候我再添把火，温青青肯定把房子给你。当然，您答应我的事也别忘了。青青，你不能这样子啊！你外婆老了，还指望着养老送终呢？指望我养老送终？当初我爸妈死的时候，财产都被没收了，你们怎么不来认我啊？保安。保安，把他们都轰出去！哎，那个温青青，你等着，你要遭报应了！妈，
现在怎么办呀？咱们先回去吧，没想到温青青那么难对付。你们就这么灰溜的回去了？苏老板，你们担心吗？快去快去！快走！哎呦，大爷，走！那你们是老大，走！不谢谢，你好狠的心啊！我怎么想来看看你？你居然开车撞他！哎呦，老爷子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不活了呀！不是我，是他自己撞上来的。你怎么开车的？看把人撞的，怎么还撞他外公呢？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好呀，你也太狼心狗肺了吧！啊，你装着不认识我们也就算了，啊，你仗着厉思觉得给你撑腰，你想撞死你外公呀你？我没有！不给我住手！夫人，您先回去吧，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喂，你好，这里是。哎，你要干什么？报警了，等警方来处理。我会代表丽警积极配合。不不不不，快走！快跑！妈，咱们就这么算了呀？哼，不会轻易放过温青青的。妈妈今天回来的好晚呀。妈妈有事耽搁了，下次一定早点回来，好不好？妈妈，今天我和西西在幼儿园门口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大叔。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我舅舅老爷，他还带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啊，他身上脏兮兮的，拉着哥哥的衣服不松手。最后管家伯伯把他们轰走了。悠悠，西西，听妈妈说啊，下次你们再遇到奇怪的人，千万不要跟他们说话，好不好？西西，悠悠，你们俩上楼玩好不好？爸爸有话跟妈妈说。去吧。哎，慢点啊。行。你放心。事情已经解决了，你走以后，苏家人也走了。他们就是故意针对我。如果以苏家的智商，应该是背后有人在给他们出主意。是温家还是林家？都有可能。他们可能想联合告诉我。是。生活的事情你查清楚了，是徐泽干的。什么？谢谢。徐泽宇居然为了想撞死我，徐泽宇居然为了想要撞死我，不是，阿俊，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再让我装傻了，你不知道是徐泽宇要撞死我。是的，阿俊，这怎么可能呢？那天我跟你一起在车上，我哪知道你是在演鬼泣啊？阿俊，你是不是有犯病了？先放开我。放开你，这辈子我都不会放开你。阿君，阿君，你要做什么？你，悠悠，悠悠，你在房间吗？我，滚开！把孩子们带走！妈，放开你，这辈子我都不会放手。我永远待在房间里，哪儿都别想去。啊，觉得病越来越严重了，不能再拖。妈妈，是啊，你怎么了？爸爸不在家，我偷了他的钥匙。虽然我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惹爸爸生气的，但是把爸爸妈妈关起来是不对的。悠悠，爸爸只是生病了，不是不爱妈妈了，是难过了。真的吗？嗯，妈妈，爸爸不在家，走吧。嗯。
你怎么出来的？既然这么想走，我就回去。不是大雪，你想什么？想离婚？想离开我这个瘸子？爸爸，你别跟妈妈讲了。你就赶紧滚！干什么你？你干嘛哄孩子你？你先回房间了，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你去。 思觉，你冲孩子发什么火呀你啊！你不就让我走吗？好，我走。苏家那几个白痴连这点事都办不好，那本来就是想上台面先扒了我。我，所以，要不然咱们把温七七绑架了。 验证一下萨利斯学心理到底有多重要。亚文青青，这倒也是个好办法。最后，顺便能把利斯全弄死。那我现在就给温七七打电话，让他出来。喂，七七，你在哪儿呢？姐姐，我被利斯学赶出来了。太好了。 不是，我意思，那我们可以正好做个脸。好，一会儿见。那青青居然被利斯爵赶出来了，那不是更好？正好方便我们下手。夏夏，你的身上的香水味太香了，我的心直发痒痒。嗯。 青青，试试这款新出的美颜喷雾吧。嗯，来。青青，我好晕啊！温青青，看你这次还不乖乖的跟我把钱交上。 文青青，关姐，之前温青青说利斯爵在他手机里装的定位，拿到手机的第一时间就还清了。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要不直接用水给他泼醒得了。算了，让利斯爵先着急一下。利斯爵都把他赶出厉家了，还会在意他？看看情况再说吧。不然在这两个男人。 不行，你那么凶干什么？难不成你利斯爵知道他被擒了，我们拿不到钱怎么办？那肯定是要先拿到赎金，随后想你。走吧。 爸爸，你现在还生气吗？什么时候才能让妈妈回来？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你们听到了吧？关机了。妈妈肯定是危险了，我和妈妈约定过，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关机。爸爸，你快去救妈妈。 夫人今天去哪儿了？夫人今天和林小姐去了美容院，之后该不会是回国了？是什么？林总，你先别急，说不定夫人只是给林小姐打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林小姐关机了，徐徐的一下。所以，今晚。 利斯爵，利斯爵怎么来了？他不会发现我吧？快躲起来！利斯爵来了，快！进去，不用废话。 Thank you.
哦，厉总，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齐总，你不打算请我进去吗？啊，哪有哪有，请吧。厉总这个样子，我都不请您坐了啊，您自便。林小姐有来找过你吗？林小姐，没有啊。那辛苦徐总打个电话，让他把我夫人送回来。打电话？行，您打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哟，李总，你看这么不巧，下午关机了。这，看来他们出事了，我们直接报警吧。哎，呀，万一是他们姐妹花玩的太高兴了，怕被打扰，所以就关机咯。亲亲是不会关机的，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被绑架了。绑架？厉总严重了吧？那就算是被绑架了，那如果厉总贸然报警的话，小心他们撕票。看来徐总还挺了解劫匪的。还是说，您就是劫匪？你的意思是我绑架了温全江？徐总别激动，我只是提醒一下。周助理，厉总，我已经跟警方交代过了，他们会派人把夫人下。等一下，李思全，你已经报警了吗？对呀、啊。为了林小姐的安全，徐总也尽快报警了。走。小雨哥，现在怎么办？说的死我死。现在警察要是介入这件事儿，你跟我都跑不了。不想死的话，就乖乖的听话。你就是林思觉的老婆，敢跟我还是丢去你？别碰我！林思觉，你爱死你这张脸了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啊！放了我！他们来干什么？别打，他们看你。你别打我，你们是不是要钱啊？行，我给你们钱，我有钱。你能给我们？你们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都给你们。这样吧，我要十亿，你给得起？让厉思觉来赎你。十亿？对，今天我们要去拿钥匙。一件礼物，十亿。思觉肯定不会给我这么多钱来救我的。姐姐，姐姐，你们家有钱，你打电话给林伯伯，让他给十亿。只要我们出去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它还给他的。姐姐，思觉啊，你说什么呢？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啊？十亿。林思觉，你最好别耍花样了。要的是林思觉的钱，你不是要钱吗？谁的钱不是钱？我们只要林思觉的钱。为什么？你看林思觉有车。是，所以他今天要是不把钱送我，他就再也没有老婆。一会儿最好你陪我。听见喂。是我姐姐，你被绑架了。
收起你的雅兰花招吧，别在这儿跟我演戏了。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回厉家，要不然你就永远别回来。是，我真的被绑架了，林思杰，你相信我。魏七七，你向来撒谎成性，你以为我还不信你吗？林思杰，你相信我。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开视频也行，你相信我。开视频能证明什么？你们不都已经摆好了吗？需要我把贵夫人的手指骨切下来，予以证明一下吗？不必了，直接撕票吧。林思杰。魏欣欣，你可真够惨的。那思杰是怎么都不相信你被绑架？你说这可怎么办呢？你们不是跟林思杰有仇吗？你们去找他呀！你们整我干什么？江然，我就是当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切下来，寄给林思杰，看他是不是真的不在乎。思杰根本就不在乎我。我从来都没有爱过。再说我是冻死。我们再商量商量吧。这厉思觉到底是什么情况？平时不是看他对文芊芊挺好的？肯定是装的，装给别人看。其实厉思觉根本就没有那么在乎文芊芊。思雨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呀？你不是想要温青青的钱吗？要不让温青青把钱和他的房子交出来。要不让温青青把钱和他的房子交出来。对呀，思雨哥，你太聪明了。把温青青旁边那个女人给我带走。陪我睡一觉，让我看看你的诚意。怎么不愿意？我实话告诉你，今天就算你不愿意，我照样可以吧？你要是愿意，我们两个还可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玩一玩。嗯，不愿意。你要是敢跑，弄死你妈！绳子我可以给你解开，但是你脸上的布不能给我摘掉，你懂了吗？知道了。起来吧。你是自己脱呢，还是我帮脱？快一点儿，帮你脱。徐总，这怎么回事？青青他……算了，没什么好说的。姐姐呢？你把姐姐弄到哪里去了？青青，够了！
跟厉总回去吧，你们演的可真逼真，这脸上的血都流出来了。没有，我没有演，刚才他真的……你闭嘴！你还敢狡辩？一看徐总都破相了，徐总，我要不让人送你去医院吧？你这伤口应该是温青青弄的吧？看着有点深呀。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没事。温青青，你看你干的好事。 你不知道徐总马上要跟姐姐结婚了吗？没有，刚才是他。你还敢狡辩？这徐总都破相了，以后还怎么结婚呀？徐总，你这口子有点深啊，看着真难看。够了，李思泉，你赶紧带着温晶晶赶紧给我离开，真没有送你去医院啊？闭。 那好吧，都注意，回家。哎，回家真好。你是怎么知道徐泽宇和李初夏要绑架你的？我发现徐泽宇的秘书也是他的情人，所以我就买通了他，让他在徐泽宇的家里安上了窃听器。你的意思是，你听到他们密谋这件事情？嗯。何姐姐。 以后不准再以身犯险了。嗯，对了，阿珏，你说你今天到了那么及时，他们会不会怀疑我？好累啊，阿珏。出去。李思觉，你刚才不是嫌弃我脏吗？你现在上来找我干什么？你不怕脏了你的眼？不怕脏了你的眼？洗干净就好了。我怎么觉得洗不干净？徐泽宇刚才摸了我的脸，掐了我的脖子，还搂了我的腰。是不是我得扒层皮你才觉得干净？李思觉。 刚才我要是真的被徐泽宇给，你是不思杰，你说实话。怎么？怕了？闭嘴！看来你真的是怕了。他刚才好像是这么掐我脖子。思杰，你干什么？不嫌我脏吗？啊！你放开我！既然洗不干净了，那我就用我的气息、我的痕迹来覆盖洗不掉的脏东西。 顾泽宇哥，顾泽宇哥，我会给你买最好的去包膏，带你去看最好的整形医生的。你走吧，现在我这个鬼样子，我配不上你啊，夏夏，把婚礼取消。顾泽宇哥，婚礼不能取消，你别这样，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医生都说了，我这么深的伤口好不了了，在婚礼上大家都能看到我这丑陋的吧。 夏夏，我不能让你难堪呀！不怪顾泽宇哥，我一定要嫁给你。算了，夏夏，你会遇到更好的人。泽宇哥，都怪我，我不敢提绑架文青青的。都怪我青青，她就是个扫把星，所有靠近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泽宇哥，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夏夏。 你心里是有我，果然只有你是爱我的。温青青，李思觉，我脸上这道疤会跟你们加倍讨回来的。温青青不孝之女，欺养老人啊！温青青，她可是我亲外孙女啊！哎呦，她是厉氏总裁的老婆，我老头在医院住院，她眼睁睁看着她等死呀，她不给钱。哎 大家看看啊，这个就是魏青青。魏青青，你给我出来！大家看看啊，这个就是魏青青。青青，求求你，你快救救你外公吧！魏青青啊，魏青青，你可以不认我们，但是你一定要救救你外公呀！魏青青，我求你了，你就看在我们养育你妈的份上，你拿点钱出来救救你外公吧！三十万。 那30万就够了，哪怕是我们借你的，以后当牛做马，我还给你。小莫。
你们有话好好说，在这给我哭。外公啊，他查出了肿瘤，手术费那实在是不够啊，没办法了，我俩才来找你的。青青，我快救救你外公吧！哎呦，我说妈呀，你跟我说要放弃治疗，我不同意。我来找你这个不孝的孙女温青青要钱，可是。人家根本不想救你呀、啊！哎呀，外公真的病了的话，这个钱我肯定会出的。温姐姐，你不要给我耍花样，我哪儿都不去，你就当着大家的面，你把钱给我，你把钱给我，你不能走，你把钱给我。就是，哎呦，你这个不孝的外孙女温青青，你想摔死我老太婆吗？这温青青太不是东西了。不给钱就算了，还推他外婆，可不是嘛？不就是30万吗？她可是厉思觉的女人，一条裙子就要上百万呢。呸！像这种东西，天打我雷轰！温青青，你居然敢打我婆婆，我跟你拼了！我没有！别打了，动出手啊！温青青虽然不认你，但你们要的那点钱，她是给得起的。毕竟呀、啊，还没有太上老韩贵呢。温青青，你那么有钱，你不救你外公，我今天跟你拼了！我，哎，你起来！钱出来！姐姐，你没事吧？哎呀，我肚子……你给我过来，温青青！你今天不给钱，我就打死你这个不孝的外孙女！我今天要打死你这个不孝的外孙女！住手！阿珏，你怎么来了？我要不来，今天这街上就被人打死。你们俩今天来找温青青要钱，不是为了给苏老太治病？哎呦，李思觉欺负人呀！哎呀，你有钱仗势欺人，你欺负我老太太吗？收起那套吧，我可以跟你好，你儿子怎么样？如果你们再不拿钱去还他的赌债，高利贷的人会把他打死。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一，说出幕后之事；二，就是我把你们送去警局。等你们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替你儿子收尸。妈，真的救救男人！妈，是一个脸上带疤的那个男人。他让我儿子去赌钱，欠了一大笔高利贷呀！是啊，李总，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如果我们不来闹温青青的话，我男人就要被活活打死了。我觉得是徐泽宇啊。刘助理，这笔钱算是我替我死去岳母给你的赡养费，够还你儿子赌债，也够你们过日子。我不准出现在我面前。啊，李总，您放心，以后不会来了，不会再出现了。我们现在就走。谢谢，我没事吧？温姐姐，你喷的什么香水？恶心死了！姐姐，你不会怀孕了吧？怀孕？怎么可能？我觉得你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万一呢？不用，我还有事。谢谢。妈，你怎么了？温姐姐，滚！收拾东西，赶紧给我滚！妈，你是见不了我跟阿珏过两天舒坦日子，故意来找茬是吗？我在找茬，你看看今天的新闻，你好好看看。这不是我做的，你还在狡辩是不是？妈，你是干什么你？好好看一看，好好看看，我是冤枉你了吗？我是在冤枉你了吗？妈，你听我跟你解释，事情真的不是。不是那个样，不是什
温家说你是丧妻，自从四君跟你结婚以后，就没过几天好日子。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在你心里，我就是那么坏的人吗？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我想打够五六年都有感情了，你呢，连个畜生都不如。既然如此，妈，您就是先回老宅吧。这个事儿，阿俊回来我自己会跟他说清楚。闭上，他不会见你的。这是思觉给你的离婚协议书，你把他签了，赶紧滚！你要干嘛？就是这种。妈，你除了逼我离婚，你还有别的招数吗？你就这么容下我？是。厉家就是容不下，妹妹也跟你妈一样，我父的命。既然如此，那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离婚协议书不签，你哪儿都不能去。妈，不准欺负妈妈。这人都不喜欢你了，你离开我家。西西，悠悠，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奶奶呢？我记起，都是你把孩子带坏了。奶奶，妈妈不会害我们的。奶奶都是细心的做，妈妈对我们真的很好。奶奶，你消消气。奶奶，您别生气了，听听妈妈的解释好吗？奶奶，我求你了。好，我记起，这件事情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妈。我确实从医院拿了阿卷的照片，但我不是为了害他，我是想治好他的腿。思觉的腿，找了那么多的专家，看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难道你？你这是？小时候我身体不好，所以父母把我送到了寺庙一段时间，我就跟着无望大师学了针灸。无望大师，就是那个医术高明、行踪不定的无望大师吗？你真的能治好四绝的腿？我反正能保证，他至少能恢复正常的行踪能力。妈妈，爸爸的腿真能治好吗？耶，太好了！妈妈好厉害！妈，请您再相信我一次。我真的不会再伤害阿珏了，我求求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好吗？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惩罚他。没事妈，只要你让我见他一面就行。都他妈给我滚！妈，还是我先去吧。楚楚，思觉又发病了，他已经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头一天了，我怕你进去。妈，你放心吧，有些心结只能我们亲自解开。阿珏，是我。你是在看我笑话吧？那些照片是我从医院拿的。但我不是为了害你，阿珏，你相信我好不好？相信你，回姐姐，你演技可真好，我差一点就信了你。以前是我觉得你蠢，原来真正蠢的人是我。是的，阿珏，我是真的为了治你的腿。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再演了？我差点就信了，我差点就以为你是真的爱我。为什么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你为什么永远觉得我会害你？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哪怕就一次？爸爸，你看，妈妈腿上有好多针眼，妈妈真的是想把你的腿治好。思觉，你是知道的。妈，从来都不喜欢我亲戚，
也想让你们俩离婚，可是这次呀，妈真的相信不是他做的。你们俩天天朝夕在一起，他是不是真的变了？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爸爸，你说过，人不要被情绪蒙住了双眼，否则就看不清真相。你真的能治好的腿吗？只要你相信我，我就能治好你的腿。这样疼吗？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谁做的？我觉得肯定是林初夏，趁那天我跟苏家人打起来的时候，把我包里的照片拿走了。我查过了，不是他。那会不会是徐小雨？李总，发布您照片的人找到了。李总，这就是在网上发布您照片的人。你死去，你个死蠢子！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下，你的照片就是我发的，怎么样？来，照片哪去？你管得着吗？怎么，你那么恶心的嘴，敢拍不敢发是吧？啊？说还是不说？不说。林书夏，认识吧？你是怎么知道的？看来你不知道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当然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姐姐在跟你说我什么了？姐姐跟我说呀，他特别喜欢你，他一点都不喜欢他的苏雨。哦，对了，姐姐说他要跟你生孩子呢。他连怀孕的事都跟你说了？当然啊，不过可惜了，他马上就要带着你的孩子跟他结婚了。我，你在骗我对不对？不，我不相信。你在骗我，你一定是在骗我。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姐姐跟我说过，只要照片的事我能做到，他就会跟我结婚。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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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不行，不能嫁给他，不可以。不行，夏夏，你不能嫁给他，不可以。思雨，你怎么来了？夏夏，你知道答应过嫁给我的吗？可为什么你现在要嫁给他？孙玲，三番五次的骚扰夏夏，我已经忍了。今天我们两个大婚之日，你还跑来捣乱，你这也太过分了。夏夏她已经怀了我的孩子，难不成不嫁给我，难道要嫁给你吗？啊！孙玲，你胡说什么？那是受够苏静没有我。苏玲，如果照片的事解决了，还有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夏夏？可是安利思觉不是个好人，我怕。为了我，这点事你不愿意冒险？属下，你好样的！属下，你好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视频是假的，属下，你这个荡妇，你他妈把我当傻子是吗？文青青，是不是你搞的鬼？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是看到过你跟苏雨进去过几次水面，我也没想到你。文青青，你放屁！你分明就是嫉妒我夺到泽宇的爱，而你只能嫁给一个瘸子。我才没有呢，我从来都是祝福你跟泽宇哥的。子宇哥，你原谅姐姐，是看到她肚子孩子，林书夏，你怀孕了？对，她怀的就是我的孩子。不，子宇哥，我怀的是你的孩子。放屁！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的。徐泽宇，你就是个只会打女人的死太监！你他妈给我站住！戴这么大的绿帽子还想跑？思雨哥，你别打姐姐了，你就当姐姐是从许家跟进去的。你给我闭嘴！戏看完了，带着你那瘸子老公还不滚！
泽宇，别打了，泽宇，我错了。你他妈现在知道错啊？你跟他姓孙的他妈在床上爽的时候，知道有今天吗？泽宇，泽宇，你冷静点。你要怎么冷静？嗯，泽宇，这一切都是为今天和李思觉设计的。说什么？泽宇，你好好想想，你有没有轻轻偷了策划，差点破产。还有那个司令，也是他派过来勾引我的，就是为了咱们反目成仇啊，泽宇。还有你的脸，意思是说我的脸是他故意划烂的？嗯，泽宇，你先放开我，泽宇。泽宇，我有办法把王青青骗过来，到时候你想怎么样都可以。你可进来了，徐泽宇又打你了。没有，姐姐，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的话，你就先交给我，不然一会儿徐泽。白姐姐，你就这么看了？姐姐，是故意让我来跟青青。你个贱人，不要叫我姐姐，听着。这王娘怎么？徐泽宇。我当然想跟上自己的玩意。你站开！哟，长本事了。温青，我告诉你，最好把刀放下。今天把小爷子撸。徐子宇，你不要过来！我警告你，我现在是正当防卫，你要是敢过来的话，我杀了你！徐子宇，你不要过来！我警告你，我现在是正当防卫，你要是敢过来的话，我杀了你！看你怎么整！啊！你他妈最好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告诉我。你别过来！姐姐，我告诉你，最好把他放下，要不然我掐死他了。思雨，你这是干什么？你快放开我！你疯了你！他们是你老婆。疯了？那林书夏。哎，跟别人上床睡觉，还拐弄别人的，我可没这么打。姐姐，你快把刀放下呀！姐姐，你再坚持一下，他不会真的伤害你的。姐姐，你别伤我了。姐姐，姐姐，你受苦了，他现在不会再伤害你了。这下你可以跟孙离在一起了。温姐姐，你说什么？孙离，我没有。姐姐，你不要怕他，他已经不能再伤害你了。好你个李书夏，先看看他们一起害我。没有，子宇，我没有。你给我挡着，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啊！徐泽宇，我就交在你手里了，至于怎么处理，就是你的事情。别走，上次伤害的事，对不起我。那是因为你太爱姐姐了，所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放心吧，像这种脏活累，交给我就是。他以前怎么对姐姐？我现在要让他十倍报复。完蛋！你们死我，一个也别想死。我只是把你交在了森林手里，是以后的事情，就跟我无关。徐泽宇，你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跟你说话，是你自己的这个傻逼才被你帮助。你忘了，当初你为了心里不住，心里没点数啊？你不要胡说八道！当初是因为你之前算计我，是因为我当时太蠢了，我才相信你。瞧你这话说，我觉得你反而要感谢我，不是我把你送到这死局。你现在恐怕成了妓女了吧？你，徐泽宇，把眼给我闭上。李思杰，现在看到你把这个拿，你很高兴是吧？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后悔，后悔早就是上当。他妈找死是吧？嗯。还有你孙玲，你以为你和林书夏结婚了？没有本事啊！说你事实啊！现在天知道，
我告诉你，你想后面我找人寄，你们也可以助助兴。司令，别打了，我看到是人了。徐司令，把一枪给我闭上！小生在此服罪，一个假不学的垃圾，你俩还真配！徐司令如果不配合的话，别人就是了。谁让他变成太监？你死绝，你王八蛋！你杀了我！这个可是姐姐特地为你准备的，好好想想。阿珏，你的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再做几次治疗，应该就可以正常行走。你是想问我，为什么又有落水之后，我就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吗？我仔细回忆了一下，从你那次清醒之后，确实没再骗过我，而且对他也不是真好。阿珏，如果我告诉你，我重生过一次。行，作为温青青，我已经活过一次了，只是上一次我盲目的相信林初夏和徐泽宇，害了你跟孩子，直到最后一刻我才明白你们在我心里有多重要。没有废物，有权找的事怎么还没拿到？我等不了，这两个小贱种都等不了。啊！哎，你敢咬我？去死吧！我这就送你们一家人去地府团聚啊！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新活一次的机会，这一次无论发生任何事，我一定不会让你跟孩子受到伤害。青青，我和孩子现在得好好待着。李总，徐泽宇他跑了。啊！真的，我很惊讶。啊！你别这样，我夏夏，我真的好怀念以前，以前的我多么相爱啊！可是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啊！徐思雨，你别这样，夏夏。你真的好狠心啊！为了羞辱我孙玲，给我打那种针啊！什么针？不是我，你是我今天和李思雪搞的。妈，别装了，别再把我当傻子了。要不是你逼着我和李思雪作对，我现在能变成这个样子吗？徐泽宇，你们成功了，你放我走，我去死了。如夏，就安心的去死吧。你放心，你死了之后，我也绝不会放过林青青和李思觉的。初夏，林初夏，醒醒！林初夏，徐泽宇呢？徐泽宇呢？青青，你是个贱人，你害得我好惨，我害得你好惨，这就叫惨。你现在的痛苦不及我当年的万分之一，好心情，你原谅我好不好？你看在林家受不了你这么多的苦上，你万一
的屁一直给我好吗？我们说下去不够吗？姐姐，怎么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不就是要你点屁吗？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当初杨博士你抢走李子君，现在躺在病床上毁容的人就是你！姐姐，当年我是怎么跟李思群睡在一张床上的？你不会不知道吧？如果不是你当初嫌李思群出了车祸，变成了一个瘸子，怎么跟他在一张床上？是吗？青青，那你更应该感谢我呀！如果不是我，你现在过上好的生活，我都是把我弄死了。改名此次，姐姐啊，你现在所有的生活都是拜你自己所赐。如果你不雇佣徐泽宇来伤害我们，你怎么会没了自己的孩子，全身烧伤躺着？文青青，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夏夏。别这么快！小月，小月，快抓住他，把他的皮扒下来给我！孙夏夏，你这是？孙，不是玉娇嫁给你吗？现在没有选择余的孙，你抓住他，你抓住他，我就嫁给你！不，夏夏，不。姐姐。哦，现在连孙林都不要了吗？这可能就是你的报应。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死。如果给你请了最好的医生，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痛苦的活下去。你这个贱人，我要死了你！我不是让你睡到中午，我只是求你帮我。没事，青青，都过去了啊。徐泽宇呢？徐泽宇抓到了吗？还没有，我去派人去查。那月月和星星呢？他们两个现在安全吗？他们两个现在在哪？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月月和星星现在很安全，但是岳父留下的房子那边。咱得尽快过去，要不然有可能跑不出。啊，我们进去，进去，我们进去。你们先别吵了，我是厉总的助理，有事可以先跟我说。你算个什么东西？跟你说有个屁！让李思觉滚出来！强子，李思觉走掉不见他们，今天就把房子给拆了。拆了，拆了，拆了！大家冷静一下，我就是李思觉，有什么事直接说。李思觉。今天这栋房子我们非拆不可，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挡了我们全村的财路。就是，我们跟你可比不了，苏家村对你来说无所谓，而这是我们全村人唯一的希望。大家说是不是？你们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哟，这瘸子的小媳妇长得挺带劲，不然借我们玩两天。谁把我放干净点？妈的，你敢打我，给我上！请给我老太太一个面子，万一真把这房子给砸了，对大家都不利。温老太太，这些人是您找的？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李思觉，我们来谈谈房子的事吧。李思觉，房子虽然是你买下的，但这地还是我们温家的。现在开发度假村需要这房子，我们温家是同意的。既然温家愿意为了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那把这房子买了。李思觉，你还要不要脸了？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的。女士们，到底是谁不要脸？这个房子是阿觉买下来的。现在你们想用这个房子来邀功，是你们不要脸吧？你们都已经这么有钱了，还非要在意这么一点吗？那也是阿觉辛苦挣来的，我们当然在意。李思觉，你想要我们拿多少钱？把这房子买回来。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花了10亿，加上后续的保养费，零零散散，
算你十二。四绝，你怎么不去抢啊？这是买断的费用，以后度假村的所有收益都与我无关。我劝您还是回去好好。好，我考虑一下。明天晚上温家的家宴上，我们抢。妈妈，哥哥被快人抓走了。妈妈，哥哥被坏人抓走了。这你说什么？哥哥被抓走了？你看清楚坏人长什么样子了吗？啊，坏人长什么样子？你谢谢你吧，你先回房间。爸爸答应你，一定会把哥哥平安带回来的。啊，回去吧。李思觉，你不是说好保护孩子的吗？啊？又怎么被徐泽宇抓走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就是你的错！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芊芊，你冷静一点。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悠悠平安带回来。你让我怎么冷静？他把我儿子抓走了，我怎么冷静？我怎么冷静？让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啊！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他给我打电话。徐德云，李总，你应该知道你儿子现在在我手里吧？你要做什么？你准备5000万，今晚你一个人来。好，你不要乱来。阿珏。姐，然后我跟你一起去，你陪我去喝悠悠，陪我去喝悠悠。姐姐，你听我说，悠悠他很聪明的，他一定会让自己有事的啊。悠悠他只有5岁，徐泽宇是个变态，他是个变态，悠悠怎么可能会没事？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好，我带你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李思觉，你骗我。徐泽宇，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放了我儿子。爸爸，这小兔崽子是真让人讨厌。跟你一样，不过比起杀了他，更想让他看看你这当爸爸的是怎么被羞辱。哈哈，你想我做什么？我要让你求我吗？李思觉，我求你，放了我儿子，跪下来求。你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明知道我是瘸子，是又怎么？我就是要看着你趴在地上狼狈样子，明白吗？好。爸爸，现在可以了，放了我儿子，留下我和你。那不行，放了他，厉总反悔了怎么办？你会怕我一个瘸子？你放屁，会怕你。你厉思觉不过就是仗着家世，算什么东西？嗯，不过想让我放了他也不是不可以。爬着给我把钱送过来。好。爸爸。哈哈。儿子，快走！你的腿，不知道事情多了。李总，你，李总，没事吧？悠悠呢？你放心，悠悠已经安全了。你要找到徐泽宇，快，快去！悠悠，悠悠，悠悠。
玉乐，你没事吧？妈妈，我没事。没事就，没事就。你也没受伤吧？啊？我没事，但还是让徐泽宇跑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要抓住徐泽宇，否则我们家永远不得安宁。所以明天温家聚会，只能你自己去了。阿菊，那你一定要护车回来。温青青啊，你还真优雅来呀！既然温老太太敢邀请我来，我为什么不敢来呢？别以为仗着有易思觉给你撑腰，你就这么嚣张？你不过还是跟你那死鬼妈一样，靠着爬上男人的床，怀孕才算好吗？是啊，我也听说了，当初温家大公子就是被一个乡下女人所纠缠，所以才被赶出温家的。哦，原来那个女人就是温青青的妈呀！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听说温青青也是未婚先孕的吧？我对你的警告你忘了是吗？好，怎么，你和你妈做了不要脸的事儿，不给别人说？这一巴掌是对你的警告，让你不要忘记我对你说的话。如果你再敢对我母亲不敬，见人心，打人心。温青青，不要太过分了。今天让你来，是来谈房子的事情。我看你邀请来是为了羞辱我。我看谁敢羞辱我的儿媳妇。妈。温老太太，您这又是何必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青青好歹也是你的孙女儿啊。温青青这个孙女儿，我可不敢认呀！有你们厉家给她撑腰，嚣张得很。这话说的，我们厉家护着她那是应该的，毕竟这青青是我儿子的媳妇，是我孙子的妈妈。倒是，哎，老太太您，把自己家的儿子儿媳妇赶出了家门，在孙女儿落难求助的时候，不仅没有帮忙，还要抢人家的房子。李夫人，你还好意思说我？你不是也不喜欢温青青这个儿媳妇，天天盼着他们离婚吗？我呀，确确实实不喜欢温青青，可是架不住我儿子喜欢呀，所以我这个当妈的也要帮着照顾好我的媳妇，你说不是吗？你这个老太，我们温家好好请你们来是给你们脸面，既然你们不想要，那就给我滚出去。怎么说话了？要是我亲家还活着，你们温家可能还好点，可是现在的温家，我们厉家看不上呀。青青，咱们走。果然是没有见过世面下贱货生的孩子，连个路都走不稳。让我看看是谁敢欺负我夫人！让我看看是谁敢欺负我夫人！爵，阿爵你回来了，儿子，徐德已经找到了，找到秦家去了。温老太太，我本来想看在我已故的岳父的面子上放你们一马，看来你们温家是不想跟我和平相处吧。既然这样，厉家跟温家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我们走。琪琪莹莹，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爸爸，我好想你呀。爸爸也想你。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我去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呀。我现在就去买菜。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你刚好，你好好休息，你陪他们玩会儿。起来。 那我让周助理陪你去。嗯。你看爸爸弄的对吗？对对对，有个卡，有个卡。嗯。是。什么？快去找！爸爸，是妈妈的电话吗？她什么时候才回来？莹莹，你先跟妹妹聊一会儿。 妈妈回头了啊！喂。